足迹，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，一千万只太阳的光辉映照着金色的月亮，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。彩虹在生命中最美丽的一点，伙伴们，说在这个地方有共同的经验，共同的经历，珍惜它，知道吗？不容易的。爱国人在西安，在爱国人的口号，尤其是西安的人比较多，西安的兄弟比较多。你们好好珍惜这样的一个缘分，欢迎你们一生，给我一个经典的一个，让你们老了。